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上午好。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上午的课。然后呢，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家要来听这个禅修的课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然后就是为了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首先我们下定决心要成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去度天下所有的众生然后呢，我们在一个短期之内也没有能力去度天下所有的众生实实在在的去度众生。但是这个没关系的，我们只要下决心，我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要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要成佛只要有这个决心那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子的决心以后然后就有虽然现在当下是没有办法让一切众生幸福快乐但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平时做任何的功课，任何的善事都可以回向给所有众生。至少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做的至少我们每一次心善每一次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呢把这个功德分享给所有众生，至少我们这一点是完全是可以做的。那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是一种利益众生、度化众生，至少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已经在做了虽然是能力还没有像佛菩萨能力这么大但是我们至少已经有开始做了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只要能够下这个决心其他的都很好办一步一步来所以非常的重要大家要下定决心我们要为了一切众生我要成佛。那么这个就是成佛，就是我的这一生当中的人生的目标当然比如说这一生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目标，比如说世俗的目标世俗的目标，学习找到好的工作赚钱让家里的人幸福快乐等等可以有很多世俗的这些目标，这都不矛盾的但是这些目标呢都是很短暂的，都是很临时的所以呢就还不值得作为我们的这一生的一辈子的这个目标。那这样子这些目标太小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总的目标我们的生命呢是陆陆续续的、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的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在一次，这一次我们来做人，那么下一次又不好说下一次呢有可能又再来做人，这样子断断续续。那么这么多的这个断断续续的生命呢，那它有没有一个总的目标呢之前我们没有的。这一生当中呢我们就有几个目标，达到了以后就没有目标了。那么下一世呢，然后呢如果有机会做人的话，那么有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个生命然后也有零零散散的这个目标，就没有一个总的目标。那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世俗的临时的这个目标，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就需要有一个总的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要成佛。成佛是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为了一切众生这就是我的不仅仅是这一世我的生生世世的目标，这是我的生存的目标，人生的意义然后在这个目标下面呢比如说自己身体健康
然后就是有一个和睦的家庭，稳定的收入啊，等等等等都没有关系的，都可以有，都可以有这样子的这个目标，不矛盾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目标啊，那就是很遗憾的。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一定要下定决心啊，我们无论是男女老少、出嫁在嫁都不重要啊，就是要一个这样子的决心。只要我们发自内心的啊，能够下这样子决心，那么我们无论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我们去什么样的地方都不重要，就是有一个总的这个方向，有一个奋斗的目标。以后呢，我们的未来啊，这个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人或者动物，以什么样的心思啊出现在这个世界，然后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以这个目标啊为重要，我们就为主啊，然后我们都在这个目标的周围啊，就在这个目标的周围，每一次的这个生命都是这样子，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呢，我们菩提心啊是非常重要，我们讲大乘佛法永远都离不开菩提心，修讲啊思考都是一样。如果这些菩提心呢、啊、这没有了以后呢，那就是没有太大意义啊，这个大家要记住，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禅修啊，今天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个禅修，然后呢我们再尝试一下啊，这样子。首先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这个准确的啊实修禅修的方法，这样子啊。准确的啊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很多的禅修是不准确吗？啊，准确啊，实修禅定的禅修的这个方法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准确和不准确啊，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啊去看啊？准确和不准确，我们以什么样的层次啊去这个判断？现在啊，禅修我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啊，因为我们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呢，很多都是比较南传佛教的影响啊比较大啊，南传佛教有很多非常好的啊这个禅修啊，比较着重，比如说像泰国呀啊、缅甸呢啊这些地方的很多的啊这些。出家人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们都是这个持戒呀、打坐呀、各方面做得非常好，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内观的这个禅修啊这个传承也就是一代一代啊都做得非常的好啊，所以呢我们禅修啊影响比较比较深刻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比较喜欢禅修。然后另外一个新的禅修呢啊，就是从欧美西方啊穿过来的，西方穿过来的这个禅修呢，在西方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啊，非常的流行的这个禅修啊，这个禅修呢，现在这个西方的禅修的影响，好像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很多地方现在这个。还没有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现在像日本、韩国啊这地方啊都已经有这个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啊，这个很快啊，比如说就五年、十年啊当中啊，整个东南亚这一带啊都会出现这个新的这个禅修啊，美国人搞的这个新的禅修。但是这个美国人搞的新的禅修呢，实际上呢啊都是佛教的啊，都是佛教的，它有两个来源啊，他们的禅修就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从缅甸啊过去的，那么这个就是内观禅修修机制啊，另外一个就是从藏传佛教里面这个吸收的，那个就是慈悲心，就目前就是这两个都是佛教的啊，两个都是佛教的，但是呢他们把这个禅修啊弄得啊就是非佛教的，就是非佛教化啊，把佛教的这些东西啊，佛教的这些特有的东西全部去掉了以后呢，然后
他就是就成为一个啊精进士，让人心啊得到平静啊，还有就是让人有慈悲心啊，有爱心啊，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这样子方法以后呢，它没有一个宗教的这个色彩以后，然后它就可以推广啊这个各个的领域啊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很好的啊，从我们大乘佛教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啊，都没关系，他们怎么用都可以的啊。我们的只要佛教的内容啊能够注意，能够帮助人啊，能够利益众生啊，那就没关系的。这个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佛教的啊，根本就不知道是佛教，但不知道也没关系啊。我们是以这样子的态度啊看这个禅修，但是这个禅修呢，就慢慢就因为多了以后呢，有几千个人的这个禅修的教联，现在啊以后就会更多的，更多了以后呢，现在的担忧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自己就只创造一个新的禅修啊出来啊，因为这个禅修呢。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多了以后呢，这个多里面就有乱啊，就会乱啊，少啊，就会精致啊，精致。但是呢，多啊就乱啊，多就是乱套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这个啊可能啊，现在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苗头了啊，所以这个内部呢也有很多的争论，然后呢，这个像学南传佛教的西方人很多人也反对把这个佛教的禅修啊，把佛教东西全部去掉了以后再来推广，他们很多也反对，但是我们的态度呢，就是我们不反对，可以这样子用啊，都没关系，只要帮助人就可以的。能够帮助人是以佛教的名义或者不是佛教的名义都没有关系的，尤其是大乘佛教，它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大乘佛教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的价值就是利益众生啊，如果它不能利益众生，那存在不存在都是无所谓的它如果能够利益众生，那以什么样的名义以什么样的方式都没问题，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佛教内部也有这个对西方人的这种做法啊，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但这个两个不同的看法没有对和错啊，就是一个角度的问题啊，没有对和错都没关系的。这是主要是这个以后就会乱啊，会乱套了以后呢，最后呢，现在我们佛教徒也就有些寺庙啊，有些寺庙就是请西方的教联给他们这个教禅修啊，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了。为什么呢？这个本身是佛教寺庙里面的东西，把它拿去了以后，人家已经把它改变了以后呢，再拿回来以后，我们再去接受，这个就是有点。奇怪的现象，我觉得寺庙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啊，就已经有那么好的禅修，为什么呢？但是西方人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他们就要这样子，如果让他们都来学佛，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啊，或者是让他们来学某一个宗教的东西啊，很多人也是不愿意，如果这个里面没有宗教了，大家都能够接受啊，他们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们寺庙啊人家把这东西都已经改完了以后，我们再拿到寺庙里面，那这个就是很别扭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必须要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正确的这个禅修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不管是这个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有这个禅修机制的禅修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然后又没有真悟，仅仅是修这个禅修这个机制，然后呢，这个机制呢，把这个机制呢当做一个很高的佛教的这个功课，然后很多人就是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修这个这样子的话也是比较可惜的机制可以修应该修。必须要修但是呢
如果寂止啊，寂止这个禅修啊，就我们把它当作佛教的全部，那这样子就是大错特错了啊。佛教只是把寂止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墙上啊画画，这个墙壁上我们想画画，那么要画画的话，首先把这个墙壁啊刷得很干净啊，这样子以后才能够画画。那寂止是什么呢？寂止就是把这个墙壁啊就是刷得干净啊，然后呢弄平啊，可以画画啊，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啊，平静下来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干净的墙壁或者是纸张啊一样啊。但是那个上面呢，只有这个没有，如果没有别的啊，那就是一个空的墙壁和空的纸张啊一样。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要画画的啊，画什么画呢？就是画出离心呢、菩提心呢，当然最后就是要证悟啊，证悟的智慧。所以佛教的这个禅修呢，这个智和观是要双运的，智观双运。止是什么意思？寂止啊，寂静啊，停止啊，止停止什么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啊，杂念要让它停止下来，让它静下来啊，让它静下来，让它停止下来啊，这个就是寂止的作用。然后观啊，观就是升观啊，南传佛教也有很多的观方面的这个修法智慧，然后汉传佛教又藏传佛教又整个佛教都有。佛教就认为啊，我们的轮回，我们今天为什么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啊有无明啊，无明，我们十二缘起的第一个就是无明。因为我们与无明啊，无明就是物质愚蠢啊，因为我们物质愚蠢，所以就是啊，就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流转在轮回当中。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从轮回当中解脱，那么就是首先要解决这个无明这个问题啊，首先要解决无明和物质愚昧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用什么东西来解决呢？我们是不是办很多很多的法会来解决？那不是啊。那我们是不是烧香拜佛来解决？也不是啊，这些都不是。那是什么呢？就是需要智慧啊，用智慧来解决这个无明啊，用智慧来解决无明。有了智慧以后呢，然后把这个无明就可以啊，可以把它啊端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啊，整个屋子里面都是黑暗的时候呢，那用什么样的东西把这个黑暗解决呢？那就是灯啊，那就是光啊。只要光一照射啊，然后这个黑暗啊，立即就会消失啊。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的啊，我们普通人的内心当中呢啊，满满的黑暗啊，满满的黑暗，因为我们的这个无明啊，无明就是涉及到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东西，耳朵听声音，包括这些啊，都有无明的这个成分啊。我们眼睛看啊，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认为看到的是真实的，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它也是真实的啊。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对这个世界默认了有一种真实的这种真实的啊存在的啊这种我们对这个默认啊，这个默认是潜在的无明啊，潜在的无明。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都有无明，但是更严重的无明呢啊，就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的意识就是看到了以后呢，然后听到了以后，然后我们的意识就是去执着啊，执着，然后就是去取舍啊，什么东西我需要，什么东西我拒绝啊，这样子以后呢，烦恼啊全部出来了。烦恼出来了以后呢，我们控制不住啊，跟着烦恼走，然后呢就杀到淫王啊，然后就造业。
造业了以后我们又不懂得忏悔啊，这样子以后呢把它保留下来以后呢啊，下一世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但是呢啊，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啊没有忏悔的时候，它到时候啊会出现，它发挥作用，发挥作用了以后呢，那我们前面的路啊都是很艰难的啊，主要就是这样。所以呢它一切的源头是无明，那无明的这个跟无明对立的相反的啊，跟无明能够直接产生这个冲突的啊，都不是烧香拜佛啊，这些都不是，就是智慧啊，智慧。那么智慧呢啊，就是修心当中啊，禅修的这个当中啊，得到的智慧才是最强大的智慧啊，我们理论上学到的智慧啊，还有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思考啊所得到的智慧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们的理读啊都达不到我们在修心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这个智慧的力量。所以华严经啊也就讲三种智慧啊，闻智慧、思智慧、嗅智慧。闻智慧，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样子听课的时候，或者自己看书啊的时候呢，我们会获得一些智慧啊，这叫做闻智慧。然后思智慧呢，我们听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去思考啊，思考，然后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们明白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啊，这叫做思智慧。思所得智慧，闻所得智慧，思所得智慧，然后最后呢打坐啊，打坐的时候呢，在打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获得了智慧，那就是像比如说像禅宗讲的啊，汉传佛教的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是一个非常高的智慧啊，然后呢藏传佛教啊讲的这个大圆满大手印啊，这样子的智慧，还有南传佛教讲的物我的智慧，这些都是智慧。那么这些智慧在定中产生啊，在禅定中产生啊，这样子以后呢啊，然后才变成佛教的禅定了啊，这个就是智和观的双运，这叫做佛教的禅定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两个极端啊，不修禅定的人呢就根本就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除了烧香拜佛以外那、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比如说像社会上的文盲一样，就一对佛教是一无所知啊，只有一个心啊，信仰心性，但是这个信心呢实际上也是迷信，也是盲目的崇拜而已啊。这是一个极端。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啊，就是修禅定啊，除了禅定以外什么都不要啊。我们佛教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些派啊，这个有很多很多门派啊，这些派别派是可以有的啊，任何一个宗教都有，任何一个学术啊学说都有这个不同的派。但是派之间的不认同啊，大家不认同，大家排斥啊，这个是非常不对的。释迦牟尼佛传这么多法轮啊，就是比如说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啊，南传佛教，我们平时从大乘佛教角度就叫小乘佛教，但这个大和小呢，它不是一个贬义的词啊，这个我们大家要这个正确的理解，这并不是说我大你小这样子的意思，它不是这个意思了。因为小这个解脱的这个目标的大小啊，大乘佛教呢，它想度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所以它让天下所有众生解脱，所以范围比较大，所以叫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它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它的目标就比较小啊，我自己要解脱了，我要成为阿罗汉啊，那没有先暂时没有去想别的，所以范围比较小，从这个角度说大和小啊。那么这个小乘佛教跟大乘佛教啊，这个之间的啊这些
我们相互之间的这个不认同啊，排斥呀，这些都是非常的不对的啊，对佛教的整体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就看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别的佛教佛教的整体方面我们不考虑，我就考虑我自己的寺庙，我就考虑我自己的信徒啊，这样子以后呢，就相互之间的这个排斥都是非常不好的不需要这样子的，没有必要这样子，都是佛教释迦牟尼佛他允许有这样子。我刚才讲的这个小乘佛教他在印度都变成了十八个不同的派，但是佛陀很早以前就有收集这十八个派将来会变成十八部不同的派，但是没关系，每一个它的本质是没有离开佛教的所以你这个十八部选哪一个都可以成为阿罗汉，都没关系的，是这样子。所以呢，佛也允许有这么多的派派可以有，因为不同的根基、不同的人，就需要这么多的不同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这个派但是这个派，大家要知道，根就是一个根就是一个根的这个树树枝就有几千个、几百个，但是这个几百个树枝的根就是一个。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根就是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样子理解以后呢，我们也有南传佛教、藏传佛、汉传佛教都有禅修，哪一个禅修都是对的都是对的，都有帮助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自己个人的理解错了佛教的禅修就是这个机制，比如说舒呼吸舒呼吸呢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包括密宗都讲就是整个佛教的一个通用的一个禅修但是这个舒呼吸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入门的一个基本功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一直都停留在这个方面不再往上走的话那么这个除了佛教以外外道也会修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像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都非常的重视但是四禅八定呢，也不是佛教的独特的特有的四禅八定呢，像印度教等等很多的这些宗教他们也会讲，佛教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有这些禅修了所以呢这个四禅八定这些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些上面如果想学佛、想解脱，那么我们要修一个正确的禅修正确的禅修应该是将我们现在大家喜欢吃的汉堡一样它有不同的阶层汉堡那么它这个中间的这个层次这个层面还有下面的上面的有三层就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要需要有处理性、菩提心必须要有这个，然后中间把这个禅修加在中间上面还要有这个智慧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上面下面都是面包，中间就是汉堡的这些蔬菜肉这些才叫做汉堡对吧那么佛教的禅修佛教的禅修就像这个汉堡一样，所以它上面需要有智慧这个叫做升观这叫做观，上面要智慧、要觉悟，下面要出离心、菩提心然后把这个禅定就架在这个中间架在这个中间，然后整体就是一个佛教的禅修了如果下面的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去掉了上面的觉悟也就去掉，智慧也去掉，都没有，只是有一个中间的中间的这个
部分中间的禅修，那这样子这个就不是佛教的了，那么这个就有外道，比如说很古老的宗教啊，他们也有修啊。现在比如说佛教的这个禅修啊，拿到西方，把西方人把它加工啊，然后呢再啊就串到全世界以后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寺庙都有接受来修啊，这个就是很别扭的，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啊，分清楚啊，把佛教的东西啊，佛教的东西拿到西方，把西方人把它加工，是根据他们的这个需求啊，根据他们的需求加工的，西方人就这样子，这是这个适合西方人的口味啊。然后我们东方人也可以用啊，也可以用这个。比如说，你不，如果你是一个不学佛的、没有信仰的人啊，那么可以用啊。没有信仰的人，如果让你去修出离心、菩提心，这个他可能是没办法接受了。那么没办法接受，那么西方人就把它加工了。那你现在用啊，可以了。但是如果有佛教的信仰啊，有佛教的信仰，那么佛教就有更好的东西了，没有被加工的啊，佛陀传下来的非常纯洁纯真的啊，这个禅修就已经有了啊，已经有了，所以佛教徒就应该修这个佛教的禅修。刚才我们讲了啊，如果是中间的啊，就是憨宝，如果没有上层下层都没有，中间这一层，那中间都是火腿啊，然后就是蔬菜啊，就这些啊，不叫憨宝了啊。同样的，我们这个佛教的禅修就是需要有，必须要有啊基础啊，然后必须要有觉悟啊，这样才叫做正确的啊，正确的禅修啊。希望我们以后呢修禅修一定要找到啊，一定要找到这个准确的啊，准确的这个禅修啊，否则的话啊，就是我们看得到这个趋势，全世界的这种趋势，以后就会很多很有出现很多啊这种禅修，因为现代人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问题啊，疾病就是特别特别多，然后呢其他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这个禅修。但是这个禅修呢就没有一个像佛陀的时候的这么一个非常标准的东西，然后每一个虽然这些教练啊都有他们啊有培训啊，但是如果有些人呢不经过这个培训，比如说现在瑜伽就是学个十天，学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开始出来当这个教练了就是禅修一定以后也会这样子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些禅修如果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修到时候不但是没有进步啊，而且如果走了弯路这样子的话，那就更不划算了。所以我们佛教徒要修禅修，但是修佛教的禅修可以啊。然后西方人呢，把佛教的禅修加工啊，再传给大家啊，那是没问题的，可以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佛教的，但是佛教的东西呢，你稍微把这个稀释一下，比如说很浓很浓的这个茶啊。非常喜欢喝茶的人呢他就可能比较适合他了。但是平时不怎么喜欢喝茶的人呢让他喝那么浓的，他可能不需要加点水，配一点水，兑一点水，然后稀释一点再去喝，他可能觉得比较好喝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他们把这个佛教的禅修加工没问题了，可以的。可以，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就可以了。但佛教徒的话呢，那我们有更好的这个禅修，就直接修这个禅修就可以了。那我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禅修的一个概论非常的重要就是尤其是现在非常重要我们比如说学南传佛教这样子的，也就我们除了这个数呼吸这些东西以外还要必须要有其他的佛教的禅修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标准的禅修就是这样子，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请大家记住。好，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具体的修法一个具体的修法这个具体的修法呢，这禅修很多人问禅修到底怎么修呢？要去像什么东西还是不像呢？很多人这么问可以这样子讲，我们把禅修可以分三种不同的层次三种不同层次。三种不同层次当中一个禅修有一个禅修是有思考的，思考什么呢？思考比如说像藏传佛教的这个思加心讲的一样，比如说我们心静下来先进入禅定的状态，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思考思考这个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轮回的痛苦还有就是因果不虚，这个就跟南传佛教的四念处四念处是很多都是相通的这个内容相通的内容四念处当中有无我的修法，无我的修法藏传佛教就把它稍微放到后面一点而已，其他的都在这个思加性里面呢，把这个四念处的这个内容再一次的把它模式化模式化就是规范化就是大家都按这个模式去思考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模式化规范化了以后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走这条路，而且这个路是很清楚的，一点都不模糊如果这个我们不把它变成这个模式化和规范化的话，那大概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大家懂，但是呢具体怎么去做很多人就不明白了，所以呢就把它规范化，把它模式化，然后就有这个前后的这个顺序顺序次第思维的方式都非常非常的有序然后有这个很规范那这个叫做思加行藏传佛教里面叫思加行，南传佛教的四念处四念处，四加行和四念处呢它不是完全是一致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一样，就是去思考这个是有思维的。还有比如说南传佛教的四念处是有思考的就是要去思考人的身体是什么什么样子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意识是什么样子然后整个的这个所有的法或者万事万物是什么样子，他要一个一个的去思考，这是叫四念处这是有思考的要去想的还有修慈悲心的时候呢也要去想也要去思考，这一类的禅修叫做有思考有思维的这个禅修。然后第二种禅修呢是没有思维的禅修没有思维的禅修呢就是寂止的禅修了寂止的禅修呢就心静下来了，心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不要去不要去扰乱它不要去搅动它不要去干扰它，然后让它静下来静下来了以后呢心就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就停留，比如说一品浑浊的睡一品一同浑浊的睡这个浑浊的睡看起来很脏很脏那它怎么样让它变成这个清澈的水呢那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去动它不要去动它，就放在那，不要去动它，不要搅动它不要去碰它这样子它自己慢慢慢慢的就沉淀了，沉淀了以后呢这些泥土全部沉淀到底部，然后上面的水是非常的清澈非常干净的。那同样的这个理论，同样的方法我们把心静下来，静下来以后呢它就沉淀下来了，沉淀下来了以后呢我们的心是变成非常非常的这个平静了。但是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不去动它的这种方法，虽然上面的水都是清澈的但是这些泥土呢还是在这个底部，如果有一动它立即就会变成浑浊
那么这个逆突呢，就要把它除掉啊，否则的话，这个很快就是它会变成浑浊的。那我们即使就跟这个一模一样，虽然是心静下来了，但是这些烦恼呢，全部都在它的底处啊，还在没有解决啊，只是让它沉淀了。沉淀现在不是很明显而已啊，不明显，但有解决吗？没有解决，全部都在心底里啊，藏在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啊，现在还没有浮出来而已。如果我从禅定当中出来了，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如果然后就又碰到有一点点不开心的事情，那么底部的这些烦恼又全部都又回来了。所以把这些东西呢啊，就像这个水下面的这个泥土呀，把它清空清理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水它永远都是干净的。同样的，我们把这个沉淀在这个我们心的这个最深的地方的这些烦恼把它端掉，端出铲除，用什么方法呢？那这个时候的这个机制它是没有办法了，它只能做到这一点啊，它就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这是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它这个已经发挥作用了啊。那么现在就是把这个沉淀下来的这些东西呢，用什么东西把它们把它们清理呢？那就是需要智慧。需要正悟的智慧，有了正悟的智慧，然后就把这个就可以清理这就道理是这样子，机制就把我们的心沉淀这烦恼都沉淀在下面，然后现在上面都是非常透明的非常纯洁的，然后再有智慧就把这些这个最低这个在这是沉淀在最下面的这些烦恼智慧就把它们全部清理了，清理了以后呢，然后就没有这些，从此以后就没有烦恼了这样子的道理所以我们这是数呼吸啊，修机制啊，虽然让我们觉得很轻松很轻松，然后就是轻松自在有些时候也可以开心但是呢，烦恼都在下面。烦恼都在下面，如果一旦碰到一点点不顺心的事情，那烦恼都会上来的都会浮出所以呢这个我们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禅修，大家必须要明白大家必须要明白，这个需要有智慧智观双运才可以还有这些禅定的方向用什么东西来确定它的方向呢？那比如说汽车的方向盘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禅定的前面的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出离心跟菩提心就是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出离心跟菩提心来确定我们的这个禅定的方向方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禅定是让我们得什么呢是让我们成佛，还是让我们成为阿罗汉或者是让我们投身到这个色界和无色界佛教讲的这个三界，我们现在叫做欲界比如说我们修了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修得特别的成功然后有没有出离心，有没有菩提心，然后也没有证悟，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临终的时候这个禅定也没有退失一直都保存得很好，保留得很好的话，那么我们下一世我们去哪里呢？比如说我们修了四禅第四禅，那就四禅四禅八定，一共是有八个不同的禅定，这八个不同的禅定有因和果因禅定和果禅定因就是我们现在修的，这就是因。果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当中天人当中，就是有这样子的对应的天人。因为我们的心非常，现在我们的心很浮躁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环境也是欲界的
环境就是这样子，有战争啊，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自然灾害，然后我们的身体也有很多的疾病，有衰老这样子。嗯，这个就是我跟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很这个粗糙啊，所以就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然后我们的心啊，达到了这个禅定的这个，比如说思禅啊这个境界的时候，然后这个啊当中死亡的话，那么你就下意识我们投身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不会投身到啊余界，然后也不会成佛，也不会成为阿罗汉，就是投身到这个色界。色界里面有第一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如果我们这一次修了四禅，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没有证悟，然后修了四禅，死亡的时候那我们就投身到这个第四禅第四禅，四禅田田人。那这个天人就是果，我们现在修的就是因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即使是把四禅八定修得最最最成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我们就投身到这个色界的一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是如果我们把无色界四禅八定的这个最后的四个，如果我们修得非常成功的话，那我们就下意识就投身到无色界。无色界也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有相应的，然后我们人就投身到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身体是非常细微的，没有声音，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一生下来就是在禅定当中。但是这个禅定呢，因为没有觉悟，又没有出离心、菩提心他们的寿命也非常非常的长，然后这个寿命结束了以后呢，还要回来的还要回来，所以这些禅定呢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就像西方人一样，把这些禅定用来先暂时减少这个缓解压力缓解压力调整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这个是没问题的，可以的。但是这些禅定呢就是不能让我们解脱如果这个四禅八定我们的机制也能让我们解脱它要变成这样子的禅定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下一层和上一层就是出离心、菩提心，上面就是觉悟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禅定就让我们证悟空心这样子。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先是出离心，先要修出离心，所以有四加行四加行是用来修出离心的然后后面就是修菩提心，要菩提心菩提心呢就是需要用无加行。无加行的内容呢，它不仅仅是这个菩提心呢，但是后面的前面呢有皈依皈依大乘佛教的特有的皈依，然后皈依以后就是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以后呢，我们要忏悔罪过，这个就是金刚萨埵忏悔罪过以后呢，我们要积累资粮积累资粮，那就是供曼叉罗然后最后呢，我们需要这个上师的加持，所以后来就修这个上师瑜伽这五个东西这个全部修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我们的心就离这个真无就已经很近很近了有出离心了，有菩提心了，然后呢也有积累福报了，也有这个忏悔罪过了，然后也有得到了这个上师的加持，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心就已经很成熟了，这叫做根基成熟根基成熟的时候，然后再去修这个大圆满大受印，这样子以后呢就开悟了。那开悟以后呢，他开悟的境界呢就是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跟这些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所有佛教、所有大乘佛教讲的这个证悟的东西呢，不会有两个、三个、五个、八个就是只有一个。因为我们要证悟的是什么呢？万事万物的本质本质就只有一个，没有不会有太多的本质，所以最后呢，都最后就做到达到以同样的这个目标。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方法，所以我们修禅宗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必须要有禅宗，也必须要有出离心跟菩提心呢。没有出离心跟菩提心，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禅就很难很难成为禅宗的禅禅这个下面呢，禅这个字的下面就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修法了，有外道的，有佛教的，有大乘小乘的，什么样的都有的现在就是已经出现了连大乘小乘什么都不是，连外道都不是的，没有信仰的人的禅就西方人搞的这种禅都有了，所以这些都叫做禅都叫做禅但是呢，禅里面我们必须要分清楚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准确的禅准确的禅，否则的话，我们认为所有的禅就是禅，反正就是禅，我去修，那最后就是得不到这个真悟这个非常重要，请大家注意。接下来我们讲一个这个机智的禅修机智的禅修。寂止的禅修呢，在藏传佛教里面有游相寂止、无相寂止游相寂止是什么呢？游相寂止呢，我们就是去像一个事情，或者是我们看佛像看佛像两只眼睛看佛像或者是看某一种字字，藏文的字或者是梵文的字比如说密宗的本尊的心咒或者是阿字呀，或者是嗡字呀就等等，就看一个字或者是看佛像看佛像修禅定的，这种方法呢，有三摩地王经三摩地王经是在汉传佛教里面也是大家都非常忠实的一部大乘佛教的经典三摩地王经都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些都叫做游相寂止那么无相寂止呢？无相寂止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像眼睛也不需要刻意的去看看什么佛像看字呀都不需要不需要这些观想就是心静下来，心里把所有的念头把它放下来。比如说，用现代的说法，我们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车轮一样。然后彻底的让它停下来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用佛教的说法用佛教的话来讲，我们的意识有太多太多的杂念满天飞现在把所有的杂念放下来，就能够达到没有杂念的这个状态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呢，这个状态当中没有什么可语言可以讲的东西它没有颜色，没有形状，没有东南西北的这个方向时空的概念全部没有了但是时空的概念消失了，那是不是真悟了？还不是还不是真悟有一点点想就是达到这样子的这个无时空的状态无时空的状态，那这个当中我们就静下来什么都不想这叫做无相寂止这叫无相寂止。好，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无相寂止。无相寂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寂止特别特别的多。佛教里面，尤其是密法里面呢，这一类的修法就非常非常的多各式各样的都有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修寂止只有一个方法，不是的，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其中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佛教徒必须明白，第一个不是大脑大脑跟我们的意识是有很大的关系现代科学发现了宪宗从来都不提我们的意识跟大脑有什么关系，不提的但是呢，密法讲得非常清楚。密法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看，耳朵听五个感官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就是要靠大脑的，靠大脑的。然后藏医这个藏族的这个医学叫藏医，藏医里面就有，但是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是受了这个密法的影响密法的影响。
然后这个很多医生啊，就根据这个也研究，然后呢也就发现了一些大脑的这个大我们跟外面的这个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啊，跟我们大脑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张毅和这个秘法啊，这样的很清楚了。实际上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已经有这个很确定的这个观点啊。但是我们讲的意识心啊，不是大脑，大脑就是它的工具而已啊，大脑就是它的工具。然后呢，心也不是心脏啊，不是心脏。心脏啊，就是物质啊，就是肉，就是物质啊构成的，所以也不是它啊。那是什么呢？啊，那就是叫这个意识啊，准确的这个比较标准的啊用词就叫做意识啊。我们心经啊，心经《般若心经》也就是讲意识。这个意识我们现在啊，就是去判断分析思考，还有开心难受这个就是叫做意识意识平时把意识当中呢也很分很多的这个心那比如说阿赖耶识啊，意识啊，摩那识这样子，那他们的统称统称就是心佛教就讲心统称性就是我知的是什么呢？阿赖耶识，还有就是我们的意识、我执，全部的统称就是心所以我们讲这个性这个字的时候呢大家不要以为是大脑，也不要以为是心脏这些都不是。好，就我们平时讲的精神人有物质和精神，这个精神整个的精神世界的统称就是统称就是心心。好，现在我们就讲一个我们的心来看他自己看他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心关照他自己看的意思呢平时我们的眼睛看某一个东西，前面的一个东西他去看他可以感受但是心呢他没有这样子的去看，但是先暂时借用一下这个词看这个词借用一下平时是眼睛看这个世界的一个专用的这样子的词，那现在我们把它借用用一下这个心心他去看他看当然不是眼睛去看我们的心而是他自己去看他自己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汽车的这个大灯一样，他永远都是看在外面的都是在外面的他不会翻过来照自己的他是照外面的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呢让它往回就是往里面找一下自己是什么样子外面呢它可以去分析研究经常都是这样子。它有很多很多的价值观它会对任何一个东西上面它都会贴一个标签这个好这个不好这样子。那现在让他自己给自己贴一个标签，那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翻过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叫做心看行心看心我们的心去看一下他自己这样子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极致的修法首先我们把这个身体的姿势做好譬如七发譬如七发两个腿就最好能够盘腿，最好盘腿，但是因为我们腿不方便盘实在是盘不起来，那也没关系，也不勉强就坐在沙发上椅子上没问题了但是如果能够盘腿的话这个是最好了，盘腿。然后这个我们很多佛教徒的这个姿势也是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姿势了，但是
大部分的我们可以看看佛像是怎么什么什么姿势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什么姿势，就是这样子啊，阿弥陀佛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大部分佛教的禅修呢，就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左手放下面，右手放在上面，然后两个大拇指碰头啊，这样这叫做禅定的手印啊，阿弥陀佛的手印就是这样子，禅定的手印。然后这个手印做好了，就放在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丹田啊这地方。啊，第二、第三，两个胳膊这样子张开啊，张开。第三、第四，整个的身体要端正，但是也不要太用力的听啊，听着这样子身体不舒服的啊，就是要轻松自在、自然的端正啊，不能向歪啊、右歪、左歪，这样不对，端正。第五的话，我们的头啊稍微往前埋头。啊，稍微往前埋头低头啊，然后呢，啊，第六，眼睛啊，平时呢，我们不需要看什么特别的东西的时候，佛像啊之类的时候呢，然后就往下看啊，半闭的状态啊，我们很多人是喜欢这个禅定的时候闭着眼睛，但这个是不对的啊，不能闭眼睛。半闭的状态，我们看看佛陀阿弥陀佛他们永远都在禅定当中，他没有闭着眼睛呢，大家看看佛像就知道了啊，远处看很多佛像啊都是闭着眼睛一样，但是近处看不是闭着眼睛，就是往下看啊，半闭状态，这叫半闭状态啊。禅定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啊，闭着眼睛看不到很多东西，以后心能够静下来，就感觉上啊，所以很多人这个喜欢闭眼睛，但是闭眼睛了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进入昏沉这个状态，所以不能闭眼睛啊，半闭的状态就可以了。半闭状态就是往下看啊，往前看啊，第六了。第七呢啊，这个呼吸的时候呢啊，用啊这个口腔和这个鼻子同时呼吸，也很自然的轻松的就这个呼吸啊，然后呢舌头就抵着上颚这个牙齿的齿根啊，里面上颚和牙齿接触的这个地方，这样子好像啊打坐时间长了以后呢啊就不会产生啊太多的口水，那要不然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啊就产生很多口水，要吞这个口水也会有一点点影响的啊。舌头抵着上颚啊，这个叫做毗卢伽梵，我们任何一个禅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大家坐好。好，中间还有一个排除无气的一个环节，那这个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讲啊，请大家啊看视频啊，视频这个回灯之光的网站上的视频啊，我们在各个地方已经讲太多太多，不要再重复了啊，大家网上看就可以了，有这个视频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的心平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是特别浮躁的。现在这个浮躁的状态当中啊，直接啊进来一大座啊，那么就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杂念呢，会干扰我们的禅修，所以就很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静得下来啊，不能一下子静下来，所以要排除这个污气，把气全部排出去，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观相，通过这个观相把杂念排出去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先把碗洗干净啊，然后呢饭倒在里面吃一样，把我们的身体啊清空啊，没有这些烦恼啊，这样子垃圾的东西都清空，比如说我们的电脑的这个硬盘啊，有太多太多垃圾东西不清理的时候，最后就硬盘满了，最后不能工作一样啊，我们太多的这个肚子里面呢太多的这个垃圾清虚啊，这个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把它排出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要吸长深深的吸气，然后深深的这个排气啊，这个一下子我们人就感觉到轻松的。平时我们比较啊，心里比较闷的时候啊，比较压抑的时候啊，如果其他不要，就这个环节的话，也就
七就派出去了以后啊，这个人就感到轻松的。藏传佛教的密法很早以前就研究这个了，人的七跟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啊，关系非常大。所以大坐的时候啊，就把拍了七以后呢，拍了七以后啊，然后就是这个我们的意识就可以啊，不会那么的这个活跃啊，它就会稍微这个柔软一点啊，这样子的感觉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大家在网络上看。好，现在我们做好了以后呢啊，我们现在大家要观想一下，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内脏都不需要观啊，都不观，都不要理它，都不需要观想。然后我们现在就观想我们的心脏啊，心脏的位置呢啊，实际上啊就是在这个左边的位置，但我们现在这是观想而已啊，把心脏观想为中间啊，就像一个莲花一样啊，这样子一个莲花，还没有开放的莲花，这样子的啊，透明的、纯洁的、透明的这样子的心脏啊。然后呢，我们把心就专注在这个心脏的里面啊，心脏里面，心专注在这个心脏的里面。然后呢啊，静下来了以后啊，让它进入，或者是进入，或者专注在这个心脏的里面。然后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观想这个啊，这个大概就可以了，这个观想这个心脏啊，心脏观想为莲花，这种是简单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个，上面不需要花时间，简单想一下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的心静下来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自己的心啊，看看我们自己的心。什么叫做看呢啊，我们刚才讲过了，实际上沉淀下来，他自己去感受一下自己啊，这个他可以完全，我唯一我们的心才可以这么做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自己可以感受自己的啊，都是用另外的东西去感受啊，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房子，我们的眼睛可以去感受它，但是它自己没办法感受了自己。唯独就是我们的心啊，才有这个功能啊，所以它是一个跟外面的任何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啊，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它就啊，我们轻轻的这个注意一下啊，不要搅动，不要干扰，不要去动它啊，让它关注自己啊。平时我们找不到更好的词，我们就安住啊，专注啊，这样子的词啊。然后这个词啊，就用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词来解释啊。什么是安住呢？心安住在啊他自己的啊这个本质当中啊，心安住在他自己的啊这个本质。但是这个本质我们还没有讲得很深，像佛心呢啊，明心见心呢，不是还没有涉及到这么深啊，就是他自己关注自己啊，他自己感受自己，这个就叫做心看心啊，心看心啊。首先第一步就是这样子哈，我们现在开始啊，五分钟的时间啊，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啊不要去思考过去的事情，然后又不要去迎接未来的事情，都不要去想。现在当下的心啊，当下的心不要往外面去看啊，回头啊，现在把这个回头让他自己看。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平时在往外面看的，然后现在如果这个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如果它是一个机械的话，然后把转过来看看里面一样啊，就是我们的心呢，平时在往外面看的，现在它就是往里看啊，往里面看，往里面看自己啊。然后我们找不到什么东西，不需要找什么东西啊！你们不需要找什么东西，我的心到底是个什么颜色呀？什么形状啊？什么样的东西啊？肯定是找不到了，没关系啊，只要能够感受到它就可以。它是有颜色的，是没有颜色的都不重要了。现在就是
把所有的念头收回来啊，收回来，然后让他自己去感受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个五分钟完了以后，也许没有什么结论，没关系，没有结论啊，就是结论啊，没有结论就是结论。好，现在啊，大家啊，把这个方法很简单啊，不要去想过去，不去想未来啊，当下的心呢，我们啊，让他看自己啊，看自己，看自己的意思更准确一点的词来讲，让他去感受自己啊，感受自己，感受自己，专注他自己啊，安住于他自己的当中啊，他自己当中啊，应该怎么讲？好，现在我们开始用五分钟的时间，大家不要想别的啊，就想他，就想看他自己。
好，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好，这个时候我们刚才大家尝试了一下，我们刚才大家尝试了一下。那尝试的时候呢，可能是每个人的感觉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大部分呢我们的心就是往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发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住找不到安住什么地方了刚才我们说要安住安住什么呢，就根本就找不到一个落脚点根本就找不到这个落脚点，就是人就像飘在这个空中的时候在这空中呢就找不到一个落脚点一样，我们的心平时我们都不是很这个注意就是注意外面的事情，然后呢不太注意它本身那现在就是这样子回头一观察的时候我们就是似乎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这个安住的地方那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感觉到了没有安住的地方了这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已经照到了这个已经在看了不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那红色黄色呀绿色呀它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会找到这样子的，所以往里一看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感觉到就空空如也就是我们进到日本人的房子一样，就是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又没有家具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这样子一样就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了那没有看到就对了这个还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讲空性的没有看到这个就是空心，我们讲空心无我的时候他们也会用一些这样子的词，但是不是讲这个现在早了一点现在不是讲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没有念头没有念头，然后就是往里看的时候呢，我让我们形容的话我们也不是很懂得怎么样去形容这个状态，就是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就安住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不需要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不需要找到一个完全可以抓的东西我们一贯的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平时要去抓住一个东西是或者不是对错就这样子，但是这个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心脑往外看的时候就是有对呀错呀上啊下呀这有，当他往自己看他在外面他可以找到很多这样子的对呀错啊这样子，当他往回看的时候呢他什么都找不到了，他自己他什么找不到自己的这个本质当中呢他就找不到什么是对呀错呀高啊这个下呀长啊短啊东南西北他什么找不到。好，没关系，不需要找什么东西了只要看到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是应该是最标准的最准确的这个用词来讲的话，现在就是有这种感受就好了这种感受就已经看到了那就保持这种感受保持这种感受。好，我们大家再来五分钟大家再来五分钟然后是不是这样子就进一步的要确认一下要确认一下这个我们的心特别的奇怪它在往外的时候它就可以看到它找到特别特别多的东西来分析判断然后往里让它一看自己的时候然后它就糊涂了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都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好这样子以后呢它就进入了他自己的状态了，他状态本身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还不是空心，还不是更不是佛心，这些都不信，这些都不是，准确的说这个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状态，准确的是我们进入了阿赖耶识状态了没有这些这个
念头啊，可以这么讲啊。大家知道蜗牛啊，蜗牛的胶啊，头上的这个胶，没有人去碰它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可以伸出很长啊。然后一旦有什么东西去碰一下啊，然后它的蜗牛的胶一下子就啊收进去啊，砍不出来，这样子。我们的意识啊，如果没有人去看它的时候呢，然后它就像蜗牛的胶一样啊，它就延伸很多很多，像很多很多事情这样子。然后让它一看自己的时候呢，然后比如说有一要求它啊看自己的时候，然后立即就是像蜗牛的脚一样，它什么都是看不出来，什么都说不出来，延伸不出这么多东西了啊。这个就是跟这个我们平时讲的空心啊有点近啊，有点近，不是本质上的近，而是语言的表达上的有点点近而已啊。但是这个还不是空心了啊，离空心可能还有一点路啊。但是我们先啊了解这样子心就可以静下来啊。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觉得啊我的心就是有点像空心，那就不要这样去想啊。不要去思考啊，它像什么不像什么，这个都不需要了。现在就是感觉有点空，那就你在空这个上面啊停留。感觉是一个比较啊比较清澈啊比较明亮这种感觉的话，那也就不要去分析啊，我的心就是明亮的、清澈的，也不需要这样子。你感觉是明亮的就好了，就在这个上面啊持续维持就可以。现在不需要啊判断啊，不需要分析啊，是什么都不需要了，就静下来就可以的啊。这样子，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是修极致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智慧啊，心静下来就可以了啊。到时候如果要修智慧的话，那就要啊。把这个心的本心要看清楚啊，那个时候就需要的，但现在就不需要了，现在只要心能够静下来啊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大家啊再来啊尝试一下啊，大家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啊看一看我们的心的啊这个它的本来的面目啊。本来面目呢也不是佛心啊，这是简单的啊，就是这个最表面的层面上的它的本质啊是什么样子。好，我们现在大家再来啊看心，我们先往不要往外面，现在是往里面啊看自己啊，感受自己。然后我刚才讲过了，如果找不到什么东西没关系啊，就找不到什么东西，不是一定要找，也许跟没有什么找可以找的啊，就是啊就感觉到没有可以找的啊，这个当中啊停留啊停留就可以，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个东西然后再安住啊，而不是这样子。好，现在我们开始，大家有五分钟的时间。
好，差不多。好，我们的时间到了。好，今天上午呢，我们这个课就讲到这里，然后剩下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下午我们可以继续讲啊。现在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互动交流，欢迎大家来提问题。好，现在我们进入答疑的环节。第一个题目是：顶礼上师，请问打坐观想时是大脑在观想吗？有师兄提醒我应该用心去观想，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心，只会用大脑。观想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要观想一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话，先就是要看佛像啊，佛像放在前面，用眼睛去看，就像我们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把这个佛像的每一个这个部位整体的局部的全部印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心里，把它印在我们的心里，复制下来一样。眼睛就是有这个功能的，要长时间的这样子大坐去看然后呢就最后的时候呢，就不要这个佛像佛像不需要的。那这时候呢，闭着眼睛的时候也特别特别清楚的，就像睁开眼睛正在看的时候一样，很清楚的会出现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心里想不是看，所以看和想都需要的，先是看，然后是想所有的这个观想都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平时都说观想不清楚观想不清楚的原因就是我们只有想没有看所以观想不清楚的。所以这个先必须要看看完了以后呢再去想这样子观想一定会清楚的。第二题是，请问怎样可以解决不能持续坚持禅修的问题？这个我们下午会给大家介绍还有一个呢也可以看这个回灯之光上的视频如何禅修，或者是禅修的具体方法等等，就这类的就很多这些都是通俗易懂的，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也可以然后我们下午也就可以介绍因为现在不能回答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这个说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下午就可以介绍。第三题是，刚才上师您说心专注在心脏里面，请问如何更好地理解这句话？这个就是一个观想而已就是把我们的心脏就是观想为像这个像莲花一样，然后放在这身体的正中间然后呢心就专注在这个心脏里面，然后心就看自己就是这样子。如果这个很不方便的话，那就这个环节可以不要了，没关系的直接我们的心直接去看他的这个本心这样子也可以。这个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具体的像，当然我们的心是在这个身体上不会有一个它的确切的位置但是观想的时候呢，就观想在心口，这样子观想的话就是找到一个位置，就专注在那个地方的话，可能是比较容易专注而已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意识在心脏里面呢，不是这个意思。第四题，请问上师，如果无人指导，自己一个人是否可以闭眼打坐数呼吸，这样会不会着魔？自己一个人当然可以呀，不是这个前面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无人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指导下自己一个人是否可以闭着眼睛那不行的，
这个比如说像小乘佛教的戒律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没有诀窍，没有禅修的诀窍就不允许打坐的啊，那个就成为盲修瞎练了。那这样子就这个比如说我们啊身体的按摩推拉啊，按摩推拉医生给我们按摩，他知道这个按什么地方哪个穴位啊，如果是没有这种没有学过艺的就是按摩，那到时候就身体会出问题的啊，一样的道理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人指导啊，这个指导有人引导然后再打坐可以的啊，那如果是没有人指导的话那不行啊。啊，简单的啊，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初步的这些禅修呢啊，听看视频看视频，通过网络学习打坐的话可能是基础的，这些是应该是可以的，应该不会太大问题了。但是禅定呢就要越来越深越来越高，要提升要提高啊，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人指导啊，自己一个人没有人指导的话自己修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们先去学禅修啊，学好了以后呢自己一个人修啊，这个当然是很好了。好，第五题，请问在禅修时如何可以降服杂念？这个呢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了，降服杂念就是没有杂念持续，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了啊，这个我们可能会下午介绍。好，接下来一个题目是，请问打坐时可以单盘吗？什么时候打坐是最好？打坐的时候可以单盘啊，单盘啊双盘啊都可以的，不是一定要双盘啊，单盘也可以的。然后什么时候打坐呢？就是一天，比如说我们闭关打坐啊，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我们一个星期啊，三天五天闭关专门打坐，这样子的话，那是一天有几个时间是比较好的，一个是早上的时候啊，早上啊，早上比如说5点钟左右啊起来打坐，打2个小时，然后就是上午打坐，上午打坐呢，就离比如说大概就10点钟左右是最好了，10点钟啊到12点钟这个时间2个小时，然后呢中午的话就需要稍微时间要长一点休息啊，比如说4个小时左右就大概不打坐的啊，看书啊歇书啊啊，或者是吃粥啊磕头啊做什么都可以的。然后大概下午的时候呢，大概这个下午就是像现在这个时间啊，现在这个马来西亚现在这个时间的话，大概就是5点钟左右打坐啊，5点钟到7点钟啊，2个小时打坐。然后就是晚上7点、8点、9点钟啊，最后一座一天的最后一座大概就是9点钟啊，9点钟到11点钟，这个可能要晚一点了，9点钟、8点钟到10点钟啊，差不多这个时间，8点钟到10点钟晚上的一座啊，这样子白天2座，晚上2座，一共是一天4座。这个比较对，这4个时间呢啊比较好啊。然后比如说中午这个时间段啊，就是不太适合打坐啊，这个时候呢就休息啊，然后就是看书啊念咒啊这都可以。然后晚上的话啊，晚上的话那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睡眠，比如说有些人睡6个小时，有些7个小时到8个小时，6个小时到8个小时啊，这样子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是必须要留给自己啊这个休息的。如果是晚上啊，有些人特别用功就把晚上不睡觉这样子打坐，那这个短期是可以的，但是时间长了啊，时间长了以后呢
那就身体啊，就是受不了的，我们的身体啊，就需要这个空气、水、食物，然后睡眠一样的需要的。所以晚上呢，比如说，如果觉得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六个小时就可以，那就六个小时啊；需要八个小时就八个小时；如果五个小时也可以完全没问题的话，那就五个小时。反正就是这个睡眠的时间是必须要留下来，必须要给自己有足够的时间。那其他的时间就大概就是一天四桌这样子是比较好的。第七题。丁礼上师，请问中风病人能不能够卧床修禅定呢？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如果他身子比较清醒的话，可以。然后，尤其是在这个之前学过一点禅定的人这个时候可能是有些时候，就比如说精神有点模糊啊，可能烦躁啊，有的那个时候可能有点难。平时是应该是可以的，尤其是如果旁边有人提醒，把这些观想啊或者禅修的这些方法呀告诉他，提醒一下，这样子可能会更好一些。好，接下来的一个题目是：顶礼上师，禅修有什么次第？禅修的次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子，比如说像藏传佛教的话，就是先不是一开始就这个禅修，先是出离心、菩提心，通过出离心和菩提心，把自己变成一个大乘佛教徒先我们做一个大乘佛教徒是很重要了。如果出离心、菩提心没有，那我根本就不是大乘佛教徒了。所以呢，首先是这个通过出离心跟菩提心把自己变成一个大乘的佛教徒然后呢就修。那修的时候呢，先是集止然后就是这个升观智慧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子。但是像大圆满这样子的修行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直接就修智慧没有这个机制那这种方法呢，就像柳族慧能大师这样子的人是很适合的，这个不需要一步一步直接就可以了。大圆满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一般的人修大圆满的话，那大圆满他本身他自己要求是这样，但是呢要给他弄一个次第先有一段时间当中就修这个机制所以后来的大圆满呢，他这个都有的中间有一部分是修这个机制机制的修法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就修这个智慧所以这样子有次第的然后呢，机制的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机制的方法，比如说大坐的这个机制，然后呢说话走路的时候的机制这个今天我们很多人说的这种金种禅和东种禅一样。东种禅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也可以禅修，最后把大坐的时候的这个禅修的境界就把它拿到生活当中修有这样子，有这个方法都比较多那这些都是这些，比如说像藏传佛教的这些呢，它都有一个有专门的书这叫做比如说像大圆满的引导文大修因的引导文心灵指导这些就是心灵指导。心灵指导就是一个心灵的一个修心的次第他这本书里面把这个次第讲得很清楚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次第。接下来一个题目是：洞中禅可以让我们证悟空性的智慧吗？洞中禅可以的，但是洞中禅的前提是要静下来训练，静下来训练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到
冬中来这个修禅是可以，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就冬中禅这个是不是很容易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要做任何事情比如说我们写字也首先是我们走路说这个吃饭那个时候写是不可以的，首先是练书法，书法练好了以后呢，然后你又就可能吃饭的时候走路随时都可以写这样子那任何一个事情首先是要认认真真的去训练锻炼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其他地方去做是可以。所以冬中禅当然让我们可以证悟，但是前提的条件首先是必须要关起门来打坐，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个关起门来把自己封闭起来打坐，这个就是有点有点这个枯燥所以就很多人就不喜欢，所以很多人说我要在生活当中打坐，我要冬中打坐生活当中打坐当然好冬中打坐当然好，但是有没有这个功夫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先练功夫然后练好了以后呢再到冬中禅，再到冬里面去云洞里面去修是可以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比如说走路说话这本来就是干扰干扰我们的这个心静不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本来就是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功夫然后呢有身体的比如说语言说话身体的运动更就静不下来，所以这个修禅定难所以先静下来然后在冬中修禅非常好的。好，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是未经过文思就对佛教有信心，请问这种信心算是迷信吗？这个信心当然算是迷信了但是这个迷信也有分两种迷信一个迷信是什么呢？他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他就盲目的就认为是这样子相信了但这个相信呢错了，这个是很非常糟糕的这个迷信另外一个迷信呢他也是盲目的相信了，他就是对的，他相信的是对。比如说两个人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另外一个是坏人然后呢两个人盲目的去相信这两个人都是好人两个人都是好人这么去相信完全相信这两个人是好人。那么其中一个人本来就是好人我现在的相信是盲目的，但是虽然是盲目的但是没有错是对的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好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盲目的一个迷信所以我们比如说佛教的不闻思的情况下的这些这个信仰虽然是迷信虽然是迷信但是呢他这样的盲目的这个相信呢也没有错是对的。比如说他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前世后世有没有因果但是他认为有那他为什么认为有呢？他也不知道那这个就是他虽然是盲目的，但是呢实际上是有的实际上是有的，所以他是没有错。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坏人然后我相信他是好人，那这个不仅仅是盲目崇拜而且是这个就有很不好的结果后面有很多负面的这个结果所以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些民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信仰反正这些不合理的这些信仰，然后我盲目的去崇拜，这样子的话，那它不仅仅是第一个，首先它本身是迷信，然后不仅仅是迷信，迷信的背后就有很多负面的这样子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两个虽然是迷信都是迷信，但是迷信里面呢也要分。上午我们上午的这个讲座已经圆满结束了，现在恭请堪如若切带领我们一起把上午听经闻法的这个功德做一个回向。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做回向回向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但是呢我建议这个大家网络上看一看这个回灯之光里面呢有讲三属生，三个属生
这三个书生里面的最后一个就是回乡啊，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回乡。这个三个书生啊，我们做任何的三个善事都需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三书生啊，这样子去做善事，任何一个善事都变得特别特别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个三书生啊，那我们做的虽然付出了很多，很辛苦了啊，但是结果就不怎么样啊。所以大家要学一下这个三书生，非常重要。好，我们现在这个开始回乡。回乡我们昨天晚上简单介绍了，那这个简单的理解呢，因为大家应该都懂。好，我们现在开始做回乡。说那么的一趟车走八年，都你你别站那半学，这个南街往龙这八年，这边走林着啊着文书，我们阿红班长个的班马斯的红，我们阿红班长个的班马斯的红，我们阿红班长个的班马斯的红。